先生你好，您觉得这辆车怎么样？我扭打一下，我再看看。哎，先生，外面下雨了，我给您准备了一把伞。不用了，我家里啊，离这里比较远，我不方便还你。不用还也没有关系，十分抱歉耽误您这么长时间。那好吧，谢谢了。廖先生，欢迎光临小鹏汽车体验中心。你好，孟先生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哦，我刚好跟我朋友路过这里，所以进来看一下。那我跟您的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吧。先生，你是喜欢家用多一点的，还是偏性能多一点嘞？我一般偏家用多一点。这台小鹏 P5 很适合家用，现在也是我们卖的很火的一款。它不仅是一款汽车，还是一个百变大咖。后面放一个投影仪，前面放上幕布，它就是一个移动的电影院。智能操作覆盖 Xplay 娱乐场景、Xsleep 睡眠场景、Xgo 户外场景等很多种生活场景。在性能方面，有智能辅助驾驶、LCC 车道居中辅助驾驶、VPA 记忆泊车。好，你不用介绍了，就直接这台小鹏 P5， 帮我订一台，全款刷卡。好的，先生。孟先生，谢谢你还介绍客户过来。我是过来还伞的。